好吧，先黄冰冰的声音置换给我。500块钱，你卖500吧，便宜点，便宜550。来和我玩吧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狗头上单吗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哦哟，吓死我了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换个扫描。好吧，全军出击。这砍野可能会来烦我。这狗头其实可以帮我砍一下，他有被动在的，对，他被动会回血的。这狗头不太老啊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不是老狗头了。我们狼这边可能有眼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觉得这开眼要来烦我的。这他妈的维鲁斯把眼做到我狼，我直接抓他了。那他下河道肯定没有眼了，这不是开眼做的狼，这。那肯定没有眼了这边。Q 露露来，露露露露。这波声东击西，来再杀下维鲁斯。Q 完他，出来 AD 出来打他，看到没有 ？AD 出来的一瞬间，我在 Q 他，控制住他，这样的话他就打不到我们 AD， 知道吧？你说你别丢这个眼，是不是？给别人让路就等于给自己让路，他丢这个眼就告诉我了，他下路是没有眼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可以绕开这个视野。痛击一下他，可以救一下他，芥末来，不打来动，F 六，他过来了，这E留一下，知道了，差一点点。这眼应该到期了，我感觉，不过可能还差一点点，到期了。这种线开怎么可能抓到人呢？ 还不如早点回去洗洗睡了啊。
我感觉上河蟹可能还在啊。我先瞄一眼看一下来。还在下半区啊。这个线好长，打完了。这线可以抓一波，下波线要到六了。这狗头给个软弱无力。这狗头没闪现了。理论上面来讲的话，他应该是被巨魔打闪了。这巨魔应该也是没闪现的。来给个软弱无力，软弱无力。来走位，走走走，你走，你再走。十五滴血。怎么还 A 我这个塔呀？我感觉好像看他这个反应，我不用闪现他也死了。我应该 Q 完他再闪现走的。没事，我这打野刀有就行了。这打野前期发育比较重要啊，跟他换人头不亏的。反正这个巨魔他也没替，这不把他杀了啊，让他晚点到线上，这样他这个兵线吃不了，可以。他这波兵全吃不了，这样的话狗头可以压他等级啊。来，可以砍了，往左边拉一下。哎呀，稍微拉一点点，过来一点点我就 Q 到了。这狗头闪现没好，他也没好的。等他们两个先打一下，我先不急，可以到线就跟他打，你和他打，你和他打，打到一半我再出来，我补点伤害打得过的。你直接跟他打，这个巨魔好打狗头的，他占优势的，他肯定会打。你看到没？他要上了，开大，对，软弱无力，我来了，这时候他上当了。你怕什么？告诉一下我，你怕什么？有我在，他欺负不了你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他打不过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，知道吧？他要是打得过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是打得过这个巨魔，就不会跟他打了，就跟这狗头一样。他这波为什么敢上？那是因为我在啊。因为他打不过，所以才有机会的。看这砍影来不来打先锋，这巨魔这波是这先锋先不打死，等他过来打死的话他就知道了，直接 Q 他再惩戒先锋，再 A 再 R 再 A 一个 E， 这样多吃一个人头，知道吧？先锋打完的话有提醒的细节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一个高手打野跟一个菜鸟打野的区别啊。快跑，别盯我，别 Q 卡他盯，完了，哎呀，这不 Q 到他感觉可以杀他，顺便逃直接走啊，给他一个跳弹跳走了。这波运气不是特别的好，把药卖了，换一个宝珠好了，换个宝石，蓝色宝石，撑点冷却缩减。等我一个大，等我一个大。我先刷两组野了。
来把露露秒了，蓝城，你不开大吗？没有大招应该是。这剑魔打不过卡拉丁，不行，我得去把他收一下。刚刚这个眼到期了，他这边没视野的，我有闪现子不？他必死啊！哎，等他跑，等他位移，闪现 Q， 刷个 F7， 这卡拉丁死了，还有二十多秒，从家里出来还要时间，看他巨魔能不能赶上炭了。赶上炭的话，我塔皮可以分的给他一半啊。来吧，我的塔皮分你一半。三层皮的话，两个人吃也有个400多块钱，五百不到一点啊。然后他吃一个半的头。多轻松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贴心服务。我再反一波石头人吧。哎，这开印可能在下，石头人没了。吃一下我，我这波可以 Q 进去。哎，闪现了。这波落后了。算了，打龙吧，打龙吧。这波他们辅助没技能了。大定住，倒钩捞一下可以。他想射我，不射我，我不能 Q 过去，我的命比较值钱，不能跟他们一换一啊。对，最少得一换三吧，对吧？直接他们贱命一条才300，我这个死一次八，这个800，我得杀三个才能回得了本。刚才 Q 进去的话说不定能双杀，但是也没必要啊。距离不够先退一下。推推棒整一个，直接来本书吧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书整一本。我们这边只有我一个 AP 啊，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堆很多魔看的。但我书叠起来性价比超高的，升一波11级。来和我玩吧。大家12点过了，这背包里面荧光棒可以送一下啊。接这个，这哪有好吃的送的办卡？直接读书。这狗头这个点应该不怕巨魔了吧？这个巨魔出的破败啊，那他应该还是打不过。没事，有了我他就打得过了啊。软弱无力。中，惨不惨？蓝凯，这蓝凯只会让他死得更快一点。
凯隐最近这两个版本一下多起来了，也正常，毕竟加强了两次了。我这波可以 Q 小兵杀他。你是不是以为我 Q 不到你我就杀不了你啊？当个跳板就行了。没有距离我们就对吧，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。我不知道哪里受到伤害了这个巨魔。哎，我输没了。我看这个巨魔有点愣住了，谁在打我？是谁？这狗头偷得很开心，高地都快拆掉了。不用卖不用卖，我这个很快满层的啊。你们看的是二，其实后面还有个五，你们没看到知道吗？这五的话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啊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告诉一下我，他是二还是二五呢？拖再 Q 一下一个亿，这口头战 Q 一人吧，不觉得没有游戏体验吗？队友都打完了，这不整的跟打人机自定义一样吗？是吧，我不想杀你。一个275一个25刚好300。你们看到了他自己过来的啊，我没动手啊。我不会给你进入墙的机会的，我的二有范围，进墙我也能二得到。中，中，这没空过这个 Q。
找点朋友吧。打个大龙一波了呀。刚好刷三百，刷个头。这凯隐他有点害怕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位了，他没事躲掉的。被小兵挡住了，这波关龙下播。